吧，别，别玩了，你看，熊爸爸、熊妈妈还有小熊的这个头不见了，你帮我妈妈来找一找好不好？我们给他来拼装一下，找一找熊爸爸的头在哪里。我看看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个耳朵放不进去啊，这不是熊爸爸的，再换一个吧。嗯，找到了吗？熊爸爸的头？找到了。在哪儿了？找到了。熊爸爸的头是大大的。给你。这不是，这是小兔子的头，我看了，应该是他的头，放进去看看行不行？哇，真的是小兔子头呢，熊爸爸头是大大的头，你找一个大的头给我，最大的头。嗯，这个对不对？我看看啊，把它安装上。哇，真的是呢，小熊的头呢？小熊应该是小小的一个小头，我看这是不是？诶，真的是诶。他不是你。不是吗？是他的头啊。看看这个才不对，这个哪是这个这么大，这个才不是呢。我刚觉得你刚才拿的那个对呀，你非说不是，来放一个呗。这个对不对？放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是小熊的头，还有最后一个他妈妈的头，你找他妈妈，他妈妈应该是干干净净的，他妈妈要微笑，好漂亮的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妈妈。宝贝，小兔子姐姐，爸爸都找到了，真棒啊，宝贝，我们成功喽，耶！